聪明的厨师总知道如何取得他们想要的食材。食材也分好坏，他们有的油腻，有的肮脏，有的柔软。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和他们厮混在一起，渐渐的我厌倦了这种感觉。我的生活像一滩无望的死水，陷入无休的死循环之中。苏丽丽，你今天干什么去了？哥，你看看他这啥态度呀！苏丽丽，我问你话呢。你聋了？这样，这个月工资扣你一半，让你长点记性。那我不干了。Thank you.